10万哦，也差三倍哦，也不错啦，也不错了，都不错了，但是差很多了，跟第一名。而且这是一个荣誉了，是，对不对？先不管说100万或10万，能够站在这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而且他们比了13集，一路筚路蓝缕的走到今天。尤其是德威，他是真的从第一集到现在，给他拍拍手啊，了不起！赞赞赞！元老选手，其他两位也很优秀，一个来自香港，一个来自新加坡，慧如嘉应，加油！加油！今天我们依旧要仰赖全台湾的观众朋友来投票决定他们的生死，还有我们的全民评审代表给予最专业的鼓励。首先欢迎希望之星总冠军赛分成3个回合，第一回合明星嘉宾方唱，第二回合选手交叉对战，第三回合演唱我的冠军歌曲，由观众票选你最喜爱的选手，3个回合积分加总，冠军可以获得100万奖金。华语乐坛下一个希望之星由你决定。第二位帮唱嘉宾品冠老师，老师好。品冠老师最近自己发新专辑哦，百忙之中也来帮我们选手加持一下。是，好，请告诉我们你要帮唱的选手是陈嘉音。欢迎嘉音。嘉音，嘉音今天是小公主的路线哦，是，不知道要唱什么歌，你很好奇，跟平常不一样哦，一向都非常动感的嘉音，小公主哇，嘉老师，嘉音呢是香港来的，过去在我们现场都比较吃亏，因为现场比较难有亲友团，但今天有你香港的family 来到这里了，对，他们来支持我呢，坐飞机来加油，实在太辛苦了，是家人吗？是同事，同事 okay, 同事，欢迎欢迎，嘉音加油，好，跟品冠老师选什么歌，或是有什么原因或什么故事吗？对，他说他就是听过很多的歌，但是他要选唱的这首歌是我之前在节目，在另外一个节目上面跟另外一个女歌手合唱的歌，并不是我的歌。OK， 对，那是林宥嘉的一首歌。哦，两个人要唱林宥嘉的歌啊？唱《残酷月光》。哦，《残酷月光》。对。为什么是这首歌？对呀。之前就听品冠老师跟其他歌手合唱，我觉得听完非常的感动，然后就非常想要借这个机会跟他合唱，好好好合作一下啊、其实好的歌手不管什么歌都是信手拈来，一到他们手里都变自己的作品了、各位朋友，我们马上欢迎第二组的帮唱品冠老师还有嘉音带来的残酷月光，投票通道现在开启，谢谢，加油，让我爱你，然后把我抛弃，我只要出发，不要目的，我会一直想你，忘记了呼吸，孤独到底，让我昏迷，
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，都不抗拒。如果不够悲伤，就无法飞翔。没有梦想，何必远方？我一直都在流浪，可我不曾见过太阳。我以为的遗忘，来躺在你手上，我努力微笑坚强，寂寞筑成一道围墙，也抵不过言语最温柔。合影也非常的优美啊！你不知道为什么很想含在一起，好紧张，天哪，天哪！而且那个风格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刚刚第一组德威他那个尾音都是喂喂，不是说哎呀，他跟各种的那种比较夸张的那种。牙齿痛吗？不是，他刚就这样上来喂。但是不一样感觉，佳音就是稳稳的，哎，就是淡定的。啊 ，David 老师，你为什么那样子看我？想你了 ，David 老师，想你了。我要说的是。我这个节目我也来了好几次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是处理一首我没有听过的老歌，或者你在处理一首新的歌，都一样。我感觉你好像是台湾流行歌曲的一个字典一样的，你可以给我们二三十年前的歌跟新的歌，你还是那个心去表达那个歌给我们听的，这是很特别，很特别。谢谢，我还很喜欢啊。很好的评价哎，他刚刚说什么二三年什么基点？他说就是说佳音是一个，我说陈小姐处理老的歌跟新的歌都有她的心在里面，对，这个很难很难。是，他刚刚说什么点？他说他是一个 dictionary 字典，对，字典哦，字典字典啊，字典吗？有名字典 dictionary 或者 encyclopedia 更夸张的百就是什么百科全书哦，百科全书，哎呀还好有你在哎，露露英文也很烂，你知道吗？广东翻译我也可以啊，广东翻译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真的要看分数了，好紧张，因为刚刚已经有一个前面的第一组的案例在了，现在有比较，来，我们看看刚刚有多少人把投票这个按钮给了佳音，请看。淘汰这个按钮。啊，淘汰这个按钮，投票给佳音。对。哎，多了一千票。其实没有差很多，都是一万多。对，但是关键在于关键的票数有多少，我们等等再看好了。休息一下。希望之星的现场，目前是第一轮的第二组，陈佳音刚看了淘汰的票数，马上来看一下冠军的票数有多少。刚刚上位是3874啊。好，3668，稍稍落后一点点，不过这是第一轮哈。来来来，再接再厉，我们先来从刚刚投票的五万多个观众当中来选一位全民评审送奖金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也是要保持网络畅通哦，谢谢各位手边的微笑。哇，花莲哎，太棒了啊！跟太太感情很好。那么他的评他的这个分数积分是换成奖金5000元，欢迎 ，Hello。哎，你好，寇先生，寇太太。太太怎么？太太罚站哦。啊，你们是铁头兵，挣5000块哦，还送你金庸。
恭贺你。好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好，我们也再次谢谢品冠老师，请入座。谢谢。好，嘉义也请回位准备下一轮的比赛。今天总共有三轮，所以。